各位觀眾，歡迎大家又嚟到粵語片《榮光錄》，今集係第七集啦。咁上兩集呢，我哋就開始咗一個新嘅 topic 啦，就係講一個叫999嘅電影嘅系列。咁我哋先後咧就講咗兩套戲嘅，第一部戲咧就係999命案，咁跟住第二部咧就係999海灘命案。咁分別係1956年同1957年，都係光藝製作嘅電影啦。咁好明顯呢，即係呢兩套戲應該嗰、那個觀眾嘅反應都好好嘅。咁就所以即係成個系列啊，或者類似一啲咁嘅偵探式嘅奇案片呢，就市場呢都陸續出現嘅。咁不過光藝本身呢，我哋上次講過啦，佢其實個產量都好多嘅。咁亦都嗰個類型呢，就都有唔同嘅發展啦。特別係佢最擅長嘅就係文藝片啦、愛情片啦咁樣。咁喺呢一個999命案同埋999海灘命案之後呢，其實佢有兩三年呢都冇繼續拍呢一個系列，反而呢市場就多咗啦。我哋即係上次講過，1957年嘅時候呢，其實得兩部即係類似咁樣嘅類型嘅電影，一部就係誤會嘅瑞士兇手，另外一部就係海灘命案啦。咁去到58年嘅時候呢，個市場就多咗啦，就有成9部咁多喎。咁我讀一讀啲片名出嚟啦，都係即係差唔多類型嘅啦。就有一部係邵氏公司出品嘅，就叫做《酒店情殺案》。咁呢部戲呢，其實同我哋跟住講怪屍案呢，就會有啲關係啦。咁我哋賣個關子先，就首先唔講點解會有關係住。咁就誤會呢，繼續呢就拍咗《你是兇手》啦。咁周思錄呢，即係正話拍就話呢個《酒店情殺案》嗰個呢，又再繼續呢，就係都係同邵氏啦，即係食過翻尋味啦，就拍咗一部《驗屍案》。咁比較老牌嘅導演李鐵呢，就喺中聯呢就拍咗一部叫做《一命三兇手》，就係吳楚凡、白燕啦。咁光藝雖然冇再拍999，但係就拍咗一部叫做《大廈情殺案》，就係陳文導演嘅。咁其實我都立過一下嘅呢個戲。咁我覺得幾得意嘅。我相信點解叫做《大廈情殺案》呢？就係可能嗰陣時就開始有高樓大廈。又或者係可能個高度，我唔敢肯定咧，即係戲裏邊個高度有幾多？但係個戲咧真係成個情，即係個命案咧就發生喺大廈啦，然之後拉尾就上咗天台嘅，嚇，即係高潮戲，佢真係搭咗個天台出嚟喎，咁就好似係好高咁樣樣啦。嗰陣時咧，我諗去到40、50年代開始都有啲黑色電影喺荷里活嗰邊，都係有一啲比較城市嘅一個 setting 啦。咁或者有啲直頭係未必係一座大廈，但係可能佢都會係一個小嘅一個區，然之後就去營造翻成個嗰個黑色電影嘅氛圍。其實嗰個城市有幾墮落啊？咁可能佢依套戲即係當然，佢依套戲可能係比較 focus on 一個殺人案，咁但係佢應該可能都會有一啲係見到哦，原來嗰個可以用一個城市嚟營造一個咁樣嘅氛圍，然之後再套落一個大廈度，都係一個應該都幾 popular 嘅一個幾 hit 嘅一個做法。OK， 咁除咗《大廈情殺案》之後咧，就有兩套咧，就係、是。都係一個系列嚟嘅，同埋係一個人物為主，就係、是《女黑俠黃莺》啊。咁第一部咧就係《女黑俠黃莺夜破三屍案》，第二部咧就係《女黑俠黃莺擒凶記》。咁就兩套咧都係嚟自上海嘅，一個叫任鵬年做導演，咁就係于素秋同埋任鵬年嘅太太咧，叫烏麗珠、任燕咧，就三個人咧就係、是、組成一個好似東方三俠咁樣樣啦，即係類似嘅咁嘅，都係一個人物嘅系列電影嚟嘅。咁除咗正話呢幾部咧，就有兩部係國語片咧，都加入嚟呢一個咁嘅命案式嘅類型嘅拍攝啦。一部咧就係、是、朱石麟做總導演嘅，就叫做《玉手擒兇》；另外一部咧就係、是、嚴俊導演就邵氏出品嘅，叫做《粉紅色的兇手》。咁你睇到咧個名咧，又好似同語片嗰啲唔同嘅喎，又好似傾向即係斯文啲啊，同埋咧好似係即係。多咗一種女性嘅味道嚇，一個玉手，一個粉紅色咁樣樣。咁呢個就係1959年嘅
情況。咁1960年咧，又係有九部，咁就分別咧係玉女追蹤啦，邵氏公司嘅就係、是、周思綠啦，都有都係。咁就荒山導師案，咁呢個就用又係光藝出品嘅啦，就不過導演咧就轉咗馮峰，咁就男主角咧就唔係謝賢啦，就係、是、胡峰嚇，嘉玲、胡峰、姜中平。咁有一部咧就叫做《13號兇殺案》啦，就黃峰導演、曹大華、于素秋。黑夜槍聲咧就係、是、邵氏又係翻去國語片啦，就係、是、嚴俊導演。另外有誤會又拍翻一部咧叫做《最後五分鐘》啊。咁講開最後五分鐘我又記得啦，有一套戲咧就個片名我就再講啦嚇，但係咧我係好記得好清楚咧。就係、是、都係突然間去到拉尾咧，突然間就影住個鐘啊！佢唔係最後五分鐘喎，係最後一分鐘定唔知叫點樣樣。然之後咧，突然間就有旁白話出嚟：各位觀眾，你估唔估到個兇手到底係邊個咧？我哋而家就俾一分鐘時間大家估啦。咁然之後就係啦，即係見到個鐘一路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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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一分鐘，然之後嗱，大家估唔估到咧？咁然之後跟住就揭曉。咁呢個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就咁咁嗰場戲就真係啲人就喺度估啦，就冇其他畫面嘅。我估當時嘅觀眾都應該係自浸啊，跟住你估落，我估真係嗰種啦。呢啲係後來教育電視就會咁樣咯，係啊！我細個睇教育電視，佢哋就會無啦啦有幾秒係咁樣。但我相信就唔係呢部最後五分鐘嚇，最後五分鐘呢個就吳梅導演啦。咁另外咧就係一部莫康時導演嘅叫做《電梯情殺案》。係嗱，咁啊好得意，我覺得。我有睇過下嘅呢個戲，就印象唔深嘅。咁但係咧，當時候除咗電梯情殺案咧，我記得有一部戲咧就叫做《電梯女郎》。係。咁即係其實我覺得粵語片就係咁樣啦。隨住時代嘅發展啦，一路慢慢慢慢摩登啦啲嘢。咁佢哋真係嗰個對社會嘅回應啊，對社會嘅觸覺其實好快嘅。同埋都抄得都快嘅，應該1960年咧就係依個The Apartment。咁就 Billy Wilder 嘅 The Apartment， 咁女主角咧、exactly 就是、都係做電梯女郎。係啦，電梯女郎就係 Apartment 嗰個翻版啊。哦，係啦，咁所以即係電梯呢樣嘢由即係去由呢、這、一個residence 嚇、啊，即、就、係、是、住宅區嘅電梯發展到去商業區或者係百貨公司式嘅電梯，或者係呢一個辦公樓嘅電梯，即係由即係變咗即係電梯咧就成為一個。即係好多 drama 喜劇又好，偵探片又好嘅一個 location 啦。咁然之後咧，就有一個龍圖導演嘅《陣陣驚魂》啦，曹達華、羅燕卿、李鐵又拍咗一部叫做《血屋驚魂》，就吳楚凡、張英，《殺機重重》就黃天林導演嘅，就係、是、電懋公司啦。嗱，電懋公司好少拍呢一類咁嘅，即係電懋公司拍國語片啦，好少拍呢一類咁嘅偵探片啊，或者係 thriller 嘅嚇。咁、呢個就係1960年嘅情況啦。咁好，即係可能真係好受歡迎啊呢一類。去到1961年咧，就出現16部咁多啊。咁光藝咧就今次唔係啦，既然咁 popular。又拍翻啦，所以去到光藝，即係去到1961年嘅時候咧，就出現咗第三部嘅999電影，就由光藝即係呢一個開創呢一個類型嘅即係公司咧，就重新再拍翻呢個系列啦，就叫做99924小時命案，咁就係佐基導演、謝賢、嘉玲、姜中平。李鵬飛嚇呢一個咁嘅四人組合咧，就重新咧再攜手咧，就再拍呢一個99924小時命案，或者我哋睇下係啦。
十四小時奇案嘅當時候嘅一個廣告嘅畫面。嗱，呢個廣告你都睇到啦，即係嗰個設計其實幾好，我覺得。咁同埋好有特色咧，就即刻講出咗即係呢個戲嗰、那個我相信當時嚟講喺粵語片應該係一個創新嚟嘅，就係話將成個嘅電影咧係局限咗。在真係你睇到個鐘就係、是、局限咗喺嗰二十四小時嗰度啦，即係一個限時破案嘅電影啦。咁嗱，即係成個畫面，我覺得個 impact 都即係其實好現代性啊嚇。咁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咧今次嘅導演咧就唔係新一輩嘅導演啦，即係唔係好似阿秦劍啊、楚原啊，或者係陳文啊咁樣樣，而係佐基先生。咁佐基先生就你又唔能夠話佢好老嘅嗰陣時，佢大概係45歲到嘅，我 check 過。但係就好有經驗。係啦，已經好有經驗啦，即係由呢一個40年代一路拍到即係50年代係即係其實係一個四大導演之一嚟嘅，甚至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佢就入咗一間國語公司，國語影片公司叫做電茂，咁、就拍咗成17、18部戲嘅喺電茂裏邊，咁、就係、是可以話係電茂公司嘅中堅分子嚟嘅，咁多數咧都係以呢、這、一個倫理文藝片啦。又或者是一些名著改編啊，甚至是有少少艷情成分的，我最記得就是即係羅艷卿的《船公艷事》啦，又或者是歷盡滄桑一美人啊咁樣樣，即係有羅艷卿踢腿泡泡沫出肉的鏡頭嘅，即係咁樣樣。但係就唔係拍啲命案嘅都。唔係，係啦，冇乜嘅。咁所以呢一部戲咧，其實就係佢離開咗電茂公司之後，就同光藝公司拍嘅第一部電影嚟嘅。咁我覺得個感覺幾得意嘅，即係佢都係幾嘗試係因為光藝公司係比較時代性多啲啦。咁佢係嘗試係融入呢一個咁嘅風格，係。好似你話齋，就係個城市嘅味道咧，係幾濃厚下嘅。咁呢樣嘢咧，其實從一開始即係個 opening 嗰度咧，我哋就睇到噶啦。咁或者喺呢度時候咧，我哋可以聽一聽 opening 嗰、那個個 sound bite 啦，同埋咧睇一睇配合住 opening 嘅嗰一個畫面。咁我哋可以去嗰個 sound bite 嗰度睇一睇，聽一聽。如果大家看呢一個 opening 咧，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成個組合啦，成個 montage 啦。咁就第一個畫面咧，就其實唔知道即係應該我哋都仲有好深嘅懷念啦。就係、是、天星碼頭嘅嗰個鐘樓啦。咁 exactly 天星碼頭嗰個鐘樓咧，就我哋叫就叫天星碼頭啦，即係個鐘樓。但係佢有一個 official 嘅名嘅，就係、是、叫做愛丁堡廣場碼頭鐘樓。咁跟住咧就見到即係一路出 credits 嘅時候咧，其實佢出到尾拉尾佐基導演即係嗰個畫面咧，其實佢就慢慢 track 埋去，跟住咧就 dissolve into 一個即係呢個鐘樓嗰個鐘12點鐘嘅 close up。
然之後跟住咧個戲咧就入咗個城市嘅，城市又見到首先就係天星碼頭嘅夜景啦，跟住咧就係一啲汽車嘅一個主觀鏡頭，就喺好多霓虹光管啊，一個城市嘅街道嗰度一路行，然之後咧就入咗一間叫做紅塔大飯店，係啦，跟住咧就見到個招牌之後咧，又再 dissolve 咧，就係 cut 入去呢一個紅塔大飯店，不過就變咗做廠景啦，就一路推埋去咧，就入去呢一個大飯店。大飯店嘅時候，其實嘅意思就係 hotel 啦嚇。咁然之後咧，先至係開始呢個電影嘅。其實都幾聰明，即係一開始嗰啲空鏡咧就拍曬啲外邊啦。咁其實成套戲就唔使再拍一個實景，但係已經有一個好濃厚嘅一個城市嘅味道喺度。係啦，同埋夜晚。係啦，咁點解要揀喺十二點咧？就即係因為咧，原來即係嗰陣時，相信就開始好多夜生活啊。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點解揀天星碼頭咧，同埋點解揀呢個大鐘咧？咁我 check 過一樣嘢咧，同埋都幾得意嘅，就係原來天星碼頭係喺呢一個1958年先至起好。咁然之後咧，就喺呢一個鐘咧，就係即係一開咗呢個起咗呢個天星碼頭咧，就即係裝咗呢個鐘喺度啦。但係個鐘本身咧，就係早過1958年就做好嘅，同埋都有一段歷史嘅。咁我即係講一講啲資料俾大家聽啦。咁佢嘅生產日期，呢個鐘嘅生產日期咧，原來咧就係1955年，就最初咧就係由比利時國王咧就送俾英國嘅怡和洋行，即係Jardine。咁然之後咧就送咗之後咧就再由渣甸咧就送俾呢一個天星小輪，咁就喺1958年嗰陣時咧就即係起咗出嚟啦。咁但係呢個鐘咧就係香港最後一個嘅機械鐘樓嚟嘅，就好出名嘅。原來佢嗰個製造商就呢個製造商就叫做 Edward John Dent。咁就係呢個人咧嚇，即係呢個製造商呢個人本身咧，其實就係18世紀出世，就係1853年咧就死㗎啦。咁佢就最重要嘅貢獻咧，就係佢一路就喺研究呢、這、一個即係呢個計時嘅技術，同埋咧佢就係發明咗呢一啲咁嘅大嘅鐘樓嘅鐘嘅。咁佢一路咧就致力鑽研係咩嘢咧？就係話呢啲計時器嘅內容啦，同埋個準確程度，又點樣去減低嗰個温度同埋個震度，即係震盪嘅影響。咁就創辦咗佢嘅公司之後咧，最出名嘅作品咧就係咩咧？就係1852年，即係佢嗰陣時都算好後生啦嚇，就製造嘅一個倫敦嘅大笨鐘。同埋喺呢一個費城啊，即係 Philadelphia， 象徵住美國獨立嘅一個叫 Liberty Bell。咁所以即係作為一個天星大樓嘅大鐘咧，即係其實都與有榮焉啦。同埋咁樣聽起上嚟，嗰個鐘應該喺50年代香港，我哋都真係會幾留意得到。同埋如果你一套電影一開始就攞依個咁 signature 嘅鐘嚟做一個片頭，其實都幾襯得翻起成套戲嗰個時間嘅重要性。係啊，即係一個好明顯嗰陣時嚟講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地標啦嚇。咁仲有一個資料我都想講嘅，幾得意嘅。原來咧，負責去打理呢個鐘樓咧，係有一個特別嘅電工嘅。咁呢個特別嘅電工咧，即係當時係好出名嘅，叫香港嘅 No.1 電工啊，就叫李兆棠。咁李兆棠先生咧，就原來咧佢即係天星小輪嘅首席電工，除咗負責即係修理天星小輪啲船隻啊，同埋嗰啲電機之外咧，就係打理呢一個古董嘅鐘樓。咁佢每一日嘅嗰個起居作息咧，就係朝頭早8點咧，就會將呢一個大鐘就連接起音樂嘅水銀托啊，即係然之後咧就放置咗之後咧，到咗夜晚8點咧，佢要將呢一個咁嘅連接咧，又要刪咗佢。就因為咧就到夜晚黑嘅時候咧，嗰個鐘聲係啦，就唔會咁大啦。咁個鐘樓咧就熱漲冷縮嘅。即係天氣冷嘅時候咧，個大鐘咧就會走得慢啲嘅；天氣熱嘅時候咧，又會走得快啲嘅喎。咁所以就由李兆棠咧就負責咧係調準咗個時鐘，定期咧就要噴油啊咁去保管佢。咁而呢、這、一個根據個資料嘅顯示咧，
1958年起咗呢一個天星碼頭之後咧，天星碼頭就因為成為一個香港同九龍嘅一個連接啊。係、嗯。所以咧，好快咧就即係客似雲來啊。同埋即係隨住嗰陣時，亦都香港嘅經濟咧慢慢開始起飛，所以天星碼頭即係呢樣嘢咧就成為呢個城市嘅一個活動嘅一個中心，好大 connection。係啦，咁所以佢就揀咗呢一個天星小輪做開頭。當然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標誌住嗰個時間。係。咁所以99924小時，即係呢樣嘢咧，就係要喺24小時之內咧就破咗呢件案。嗯。咁當然戲裏邊咧，我記憶之中。佢冇解釋點解一定要24小時破案嘅，係冇嘅，佢好似冇。不過佢就不停 remind 住你，而家係幾點？而家由個案發開始，去到第二朝、第二日，咁然之後就差唔多去到24小時。佢就不停用好多時鐘啊，或者係提醒一啲對白咧，都有交代嗰個時間，就等啲觀眾唔好 lost 咗。哦，究竟而家其實係喺嗰24小時嘅邊一部分咧？咁樣係啊，嗱，所以戲裏邊咧成日有呢啲咁嘅畫面嘅。或者我哋睇下有一幅畫面咧，就係有啲時鐘嘅畫面嘅。有一幅咧就應該係即係九龍嗰個火車站個鐘樓嚟嘅嚇，係啦，呢一個九龍火車站鐘樓。咁跟住咧，佢又 cut 翻去酒店嗰度咧，就下一幅啦。咁又係見到一個即係時鐘喺度，係嚇呢個就成日咧就會 remind 即係觀眾嚇，而家到咗幾點鐘啊？又到咗幾點鐘？咁去到最後咧，嗰個結尾咧，其實又翻去嗰個時鐘嗰度啦。其實都係一個算唔算係一個strategy 去令到製造一啲 tension 咧，即係其實如果我唔 set 好咗一個24小時，咁其實變相就會減少一個 tension。但係你而家可能觀眾好，即係大家都知道，我依個係一個24小時嘅命案，咁我觀眾就會有一個心態就係、是，喂，就嚟到依、這個deadline 嘅咯，所謂，咁會唔會令到即係嗰個氣氛更加緊湊？係噶。咁正話我哋聽嗰個片頭嗰個音樂咧，其實成日用噶啦。係。咁我揾到個來源喎，原來咧呢個片頭呢個音樂咧就係、是、即係梗係罐頭音樂啦，梗係抄噶啦。咁就係、是、一個好出名嘅荷里活嘅配樂師咧，就叫 Emma Bernstein 嚇、啊，佢本身真係好出名啦，好多好多大片都係佢負責音樂嘅。咁呢一套片嘅呢、這個音樂咧就來自一套片咧就叫 Man in War， 咁就叫做孤軍突圍戰啊。即係中文叫做《孤軍突圍戰》，咁就係呢一個1957年嘅作品，咁都算快㗎啦。57年，咁佢61年都用啦嚇。係。咁就個導演咧就好出名啦，就係 Anthony Mann。咁嗰個感覺咧都係好城市啊，有啲 jazz 嘅味道啊，又有啲即係緊張啊，即係咁樣樣，同埋有嗰種特別配合嗰種霓虹光管啊，有種罪惡感啊，即係嗰種嚇，即係。所以整個戲就看得出咧，就係即係即係佐基先生，其實我覺得其實佢喺電幕嘅時候咧，都有一種時代觸覺嘅。咁但係嚟到光藝呢一個咧，我覺得佢係嗰個努力嘅程度，即係去營造一種，好似你話齋嗰一種咁嘅 cityscape 啊，即係嗰個咁嘅都市嘅感覺咧，就係即係透過呢啲咁嘅地方咧，係幾明顯嘅嚇。咁個故仔咧，或者你講一講，即係若樂講下，即係24小時個故仔就係、是首先啦，喺嗰個夜總會入邊，因為已經係凌晨嘅12點開始個故事。咁嗰陣時嗰個夜總會當然就仲有好多人，大家喺度有個好歌舞升平嘅一個夜生活嘅消遣。咁、正話嗰度其實我哋睇到一個畫面嘅，就係、是、嗰個照標啊。是就有一個耍雜技，其實是一個飛刀的表演的、就在個夜總會裡面，那就是我們經常都會見到的了，有個飛刀，然後有個美人，那究竟、那個耍雜技好像是南洋來的，他們說是啊是啊，那就只是一個限就是、來做 show 來做兩三個禮拜，然後就又去另一個地方走浮這樣的、那他一個表演的
嘅環節嘅同時咧，咁阿女主角咧就發現咗樓上飯店喺飯店嗰度咧，就自己嗰、那個伯伯應該係 uncle 就俾人用飛刀就殺死啊，就用刀刺死咗。嗱呢段咧其實佢幾好嘅，佢就首先 introduce 咗金雷啦，金雷就飾演呢個飛刀手啦，然之後就喺夜總會表演嘅時候咧，佢一下。最後嗰下一飛刀咧，一飛出去咧就 cut 佢呢個畫面啦，就係 cut 佢即係嘉玲大聲一嗌，揞住嗌，係，然之後咧再下一個畫面咧一 cut 咧就係、是、一個 wide shot， 就係嘉玲發現一個死屍。係，咁呢個咁嘅剪接效果其實係有嗰個效果嘅，我覺得係啦。咁同埋都係即係幾 classical 嘅一個處理嘅方法嘅。咁就係咧，即係就呢個就即係成個戲就開始啦。跟住咧就打翻999啦，就銜接翻咧呢個999系列嘅一個經典嘅畫面。咁成個戲先開始展開。然之後做戲比較有幾個位都比較特別嘅，尤其是因為依、今次係依個組合，我哋頭先都講過嘅第三套戲啦。咁但係今次嘅組合佢有咩變化咧？嚟到第三套戲，首先今次嘉玲同謝賢咧。基本上是完全不認識的，那他可能頂多都是大家知道我、有一個人、原來你是我 uncle， 即是謝賢原來就是嘉玲的 uncle 所看重的一個後生仔，可能就想住入嚟即係幫手打理公司咁樣，但係基本上兩個人其實係互不相識，咁同頭兩集可能佢哋會有啲關係，或者佢哋之後會產生一啲感情戲。咁今次喺呢個24小時命案入邊，其實都冇一個真係感情線喺入邊。另外一樣嘢幾有趣就係今次謝賢呢個角色係佢謝賢第一次就做一個疑犯，咁。頭兩集其實可能嘉玲有做過疑犯啦，咁有一集就係姜中平好快就其實已經俾人俾觀眾知道，哦其實佢就係真正嗰個兇手啦。咁但係去到今次咧，謝賢咧係有一個都幾長時間係俾人冤禮嘅，咁佢喺嗰度佢就會做翻一個。有啲似黑色電影入邊啦，因為黑色電影好多時就係個男主角係會有一個俾人冤枉嘅一個情節，或者佢係陷入咗一啲陷阱啊之類，咁而令到佢係要逃難，或者佢成為疑犯被警察拉。咁今次謝賢咧就係、是、正正係有一個角色上面咧，正正就係依個套路，咁都幾得意嘅，因為佢。即係你冇諗過謝賢其實俾人冤枉嗰陣時，佢喺度申冤啊！佢一定話自己啊、哦，我好無辜啊，我係點樣？咁佢亦都有一啲係同警方，即係嗰陣時啊，李鵬飛個探長，然之後同埋佢啲手下，咁就會有好多場口，其實都係一啲爭拗啊。佢要澄清自己清白，然之後再去到後段，佢甚至要偷走出嚟。佢話其實嗰陣時已經俾人插裝啦，咁然之後俾人拉咗。咁佢喺個警局度噶啦，咁但係咧劇情又冇乜點交代，咁佢就即係後尾先交代翻啦。咁佢就無啦啦就偷走翻出嚟，又見翻阿嘉玲，跟住之後嘉玲仲俾佢嚇到尖叫咁樣，跟住之後佢翻嚟話唔係，其實我係有諗住做啲嘢，就解釋翻曬成件事，要揾出個真兇嘅咁樣。咁所以依啲全部都我覺得都幾有趣。我覺得佐基係一個有經驗嘅導演嚟嘅，係咁譬如佢譬如你正話已經講過啦 ，opening 即係點樣樣引入嗰個命案啦。咁特別係即係當謝賢嘅出場咧，即係點樣樣去 set up 佢作為一個嫌疑犯咧，其實都好好嘅。咁個畫面嗰度咧，我哋有一個就係謝賢出場嘅一個畫面嘅。咁嗱一開始咧，其實咧就係、是、命案發生啦，李鵬飛嚟到啦，然之後搞完一輪咧，佢就。問一個酒店嘅夥計，然之後就問佢：咦，好似正話有人嚟過現場喎、即係呢個係咩人啊？佢著咩衫啊？咁一講完之後咧，就 cut 啦，就佢係下一個畫面啦。咁呢個夥計咧，其實係話佢著咗件夏威夷恤，係啊灰色衫啊灰色褲啊咁樣樣。咁就 exactly 咧就 cut 佢一個畫面，就係、是、夜晚黑，然之後咧就謝賢咧就開門，開門咧其實咧就。見不到謝賢的樣子，然後就見到他穿著這件夏威夷衣服，雖然黑白但也很清楚，然後就一路就是拍著他這個衣服，然後才見到他入屋、直到他媽媽走出來擰轉身，我們才見到謝賢的。
咁所以呢啲咁嘅技巧咧，其實都係即係當然，即係我哋今日講嚟咧，就好似好普通啦。但係其實我就好似正話用一個形容詞去形容啦，就好 classical 嘅。咁呢啲都冚唪唥，我覺得係即係即係佐基先生嘅啲功力嚟嘅。咁成個戲點樣去即係嗰個氣氛一路緊扣住，要按住個時間一路咁樣發生，但係又不斷要有 twist 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就係呢個戲嘅成個特色。咁當然即係我哋睇粵語片咧，有陣時即係正如我成日話，即係我哋要俾翻一啲 allowance 啦，俾翻啲空間佢嘅，因為譬如科技啊、推理啊呢樣嘢咧，即係我哋用今日嘅眼光嚟睇咧，一定好多。很多都不合理的，或者很多 loophole 的，很不成熟的。其實尤其是我們現在可能經常都講起推理，然後我們經常扭竅嘛，現在是吧，然後也會有一群人是很捉錯處又好啊，或者是他們很信奉一些派系啊，所謂我怎樣推理一定要是由一二三怎樣 去順序。當然這些命案其實他們其實都有的、那個、背景，即譬如他會有時會有些很細密的，之前都講過可能指模啊，或者之類的一些方法去認證，去嘗試推論一些結果出來。但其實往往去到中段呢，已經是變成一個劇情主導或者是個人物，那很容易就是會有一兩個人物用一些對白形式呢就交代了其實這件事不關我事，或者這件事是怎樣，那 都會有的這些。但是呢就撇除這件事，或者我們給了一些空間給這些電影呢，我睇一919廿四小時奇案嘅時候咧，其實坦白講，我都有嗰個追看嘅吸引力嘅，覺得一路覺得佢嗰個扭橋啊嗰樣嘢都喺度諗緊，你都會估啊點解咁樣樣咧？雖然佢解釋出嚟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啊有啲地方又即係拆咗跌墮，有啲地方啊睇到少漏洞咁樣樣。咁整體嚟講咧，我就覺得。我可以想像啊，對當時嘅觀眾嚟講咧，呢個應該係一個幾新鮮嘅一個 attempt 嚟嘅。冇錯。嚇，咁或者去到呢度，我哋即係第一節完咗先啦，然之後第二節翻嚟咧，我哋陸續咧再講一講，即係999廿四小時奇案，即係嗰個破案嘅方法啦，又或者係特別係即係個偵查嘅方法嘅，因為呢個喺呢個戲裏邊咧，李鵬飛咧就即係其實飾演嗰個探長咧，就嗰、那個、那個角色都幾重嘅嚇。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各位網友，秋高氣爽，正好咧就係食啲辣辣地嘅菜式咧，暖下個胃。人超出品嘅大廚系列秘製麻辣雞煲，採用四川嘅紫天椒，芬香撲鼻，配合我哋嘅秘製醬汁，食個越食越想食。仲可以自己加啲菜啦、豆腐啦，同埋粉絲，更加惹味。每盒800克，原價88，現售69。人超當然仲有好多凍肉優惠俾你做愛心送菜啦，特別係呢個韓國嘅磚梅頭扒400g，原價88，現售68。如果唔食得辣嘅網友，可以買我哋善寶系列嘅日式叉燒喎，每條叉燒仿效日本製造，肉質鮮味細嫩，配合埋拉麵，自己好似去咗日本咁嘅 feel 添。每包300克，二人份量，原價36蚊，現售32蚊。仲有我哋嘅善寶台式香菇老肉醋，用韓豬做嘅喎，肉汁濃郁，食過韓豬嘅人咧都唔使介紹啦。平時好多網友都買過噶啦，而家優惠價更加要買，唔好走雞啊！原價38，現售30蚊。其他凍肉嘅產品請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頁。現在買滿300蚊，仲送 Misu 100% 純天然果汁，500蚊送呢個 Kawaii Cartoon 紅酒或者白酒一支，多買多送，送完即止。